那么今天又要给大家，其实是这一天，我这个课程是花了一天时间录的，准备了很久，然后呢咱们继续录第三课，然后还是友情提示一下，本课程有那个什么，有危险性，想成为专业鼓手、职业鼓手的请谨慎模仿，然后练完鼓之后，跟凯文练完鼓之后，记得去凯文店铺里逛一圈，咱们店铺里有各种鼓、各种打击乐周边，找凯文买有优惠。 OK， 那么今天的第三课咱们来看一下配套曲谱配套曲谱在我们的 QQ 群共享以及伴奏带都在群共享有下载。 OK， 那么开始吧。OK，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教一下节奏型加花如何运用啊。然后呢，今天给大家讲两个加花，第一个咱们看第二课学过的第一下中音踩脚，一二三四 OK， 然后配套曲谱第二个这个一二三四的一位置产生了变化啊，放到这个小蝌蚪往上走了，往上走就是第一个通鼓，认识一下啊，这是军鼓，这是第一鼓，第一课认识过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认识这三个鼓啊，这是通鼓，第一个通鼓啊，咚咚哒哒哒，手法还是右左右左，再来一次，右左右左，千万不要打成右右左右，这不好过鼓啊，右左右。慢一点，右左右左，好。再接下来第三拍，这个鼓第一下还是第一下那个位置产生了变化，咱们看一下，又往下低了，这个鼓要声音要高啊，然后再往下低，这是第三个，大大大，右左右左，记住手法，右左右左都是右左右左，右左右左，再往下一个。这是落地通鼓啊，放在地上的这个啊，右 OK， 然后连起来这一条，右左右左，再来一次，右左右左，右左右左，右左，好，然后这一个小节就打完了，第二个小节、第三个小节、第四个小节都是跟第一个小节一样的。你要做的就是把第二课把它练快，练快了之后呢，这个就速度能够上去。有的小伙伴说，哎呦，可能一下子上不去，上不去就是看第二课把它练快，跟着伴奏带把它练快。看一下第二条配套曲谱，第二条，哎，也是第一个音变化的，一二三四，那么还是那个手法不变，右左右左，第一个音在这个上，呲上面，踩掌上，右，再试一下，右，这个一行最上面的那个擦擦就是呲，擦擦，没有圈圈，没有圈起来啊，呲。把它念成呲哒哒哒，呲哒哒哒，呲哒哒。啊，然后呢，左脚你可以不要踩着，放开也可以。如果踩着，就是这个，都可以啊。
OK， 然后接下来第三条，节奏型跟加花混到一起了。第一个，唱词大词动词大词，如果不会的小伙伴请回到第一课，第一课啊，第一课的第二条，唱加花，这个用的就是刚刚的第一条，然后又回到后面又重复，一遍，唱词大词动词大词，唱双手啊，单手踩脚，单独的擦擦撕，大跟脚一起下，在同一根直线上，大撕动，单独的踩脚动撕，大跟脚一起下撕，加花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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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轻轻轻重轻轻轻啊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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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法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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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咱们把它连起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快点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OK， 学会了没有？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咱们看一下下一条，还是一样的。下一条第一个小节跟上一条的第一个小节用的节奏型，加花变化了。咱们练的第二个加花，呲哒哒哒，呲哒哒哒。连起来，唱大动大词大大大大大，再放慢一点。右左右，右左右，右左右。OK， 快点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太酷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两个练熟，练熟了之后把它混搭起来，混搭风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再讲一个课外的东西，很多小伙伴，聪明的小伙伴会这么去混搭，没有错，非常正确，非常棒。如果你能够理解，那希望你能够这么去拓展，这么去练习，太棒了。如果你不能理解，没有关系，只要照着谱子练 ，OK， 一个星期也能搞定。然后我们听一下这个伴奏带，我们还是用68的速度，非常慢。然后这个伴奏带现在有一个部分是一半有鼓，一半没有鼓的。那么第刚刚开始的动词大词动词大词的是让你敲节奏型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它会没有鼓，没有鼓声，没有鼓声的地方呢，让你加花。然后又回到古典腔 ，starts， 我们先听一下，加花，咚咚咚，加大咚大加花，大加唱，加花，
最后一条啊，第四条，再试一下。One, go。下滑，右转。OK， 然后第三条，第三条，想一下。第四条，我们倒着来，唱，咚，大，走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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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OK， 那么接下来。录制中断，没事，咱们这个已经理解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速度加快，放到108。那么我希望大家从88，刚刚是68，然后88再到108，再到128，都把它练完。然后时间关系，咱们先练108。学会了没有？应该是 OK。OK， 那么接下来那个部分啊，咱们要打歌曲。然后呢，在打这个歌之前呢，我先讲一些概念性的东西，就是首先要会听歌，那么要会听歌，要理解歌。但什么时候加花，每个点都感觉不一样。但是咱们是速成啊，不要讲那么多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框架你可以记一下，你可以打 1, 2, 3, 4， 这是1, 2, 3, 4，1, 2, 3, 4，然后2, 2, 3, 4，然后3, 2, 3, 4。好，打完之后4, 2, 3, 4留给你加花，4, 2, 3, 4，这个框架60-70%吧，可以这么套用，好吗？不说80-90%，60-70%可以这么套用。歌曲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数，1, 2, 3, 4。理解，当然你的节奏型可以用刚刚那个，也可以用，也可以换节奏型。这节奏型参考第一节课啊，你要是不会混搭，那你就简单一点，然后加完一个花，加完花之后记得打个呛，把这个套路学一下啊。我们试一下 1, 2, 3, 4，4, 2, 3, 4干嘛？加花。4, 2, 3, 4。那我们今天只学了两个花，这是第二个花。4, 2, 3, 4。完了之后干嘛？加完花之后要加个呛，呛是大词的那一条啊。呛。2, 2, 3, 4, 3, 2, 3, 4。4, 2, 3, 4加花。4, 2, 3, 4加个呛。1, 2, 3。呛的时候要数一哦。概念之后可以敲歌了，但不是100%能够合上，尽量吧，好吗？还是凭感觉。首先小苹果，
理解没有？要是不会，你先按这个框架来，然后慢慢慢慢多练习之后，你会有这个乐感。OK， 那么咱们接下来下一再来一首歌。刚刚那一下把下一节课的内容给透露了，然后再换一首，打那么多歌还是那个给大家有一些概念啊，有那么一些概念，都可以套用，这么嗨的歌曲都可以套用，直接上台就给大家露一首啊，然后小鸡小鸡。理解，非常酷，非常棒，我知道你已经学得很好了。 OK， 那么咱们接下来下一首再来一首江南 style。今天就到这里。